欢迎收看癫狗视频，我是小新。近日网络上的一件大事儿，就是爆出李晨求婚范冰冰成功，两人会择期举办婚礼结婚。李晨和范冰冰相恋已经好几年了，如今两人的感情趋于稳定，也是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第二天，范冰冰又因为出演冯小刚的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而获得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，真的还是双喜临门啊，不得不佩服范爷的好运气和人品。娱乐圈的一姐啥会答应李晨的求婚呢？那估计就得说下李晨的四个前女友了。可以看出李晨的前四位女友的颜值都是很不错的，跟范爷相比不相上下吧。再加上当黑牛李晨比较憨厚老实，是一位靠得住的男人，再加上如今两人相恋已经携手走过了几年，知根知底，所以范冰冰能够答应李晨的求婚也就不足为奇了，大家觉得呢？